这两天，身为晚会总导演的冯小刚承受了一票难求的压力，众明星纷纷在微博上向他求票。昨天，冯导在微博上回应一众求票的明星，称这几天微博被求票的给刷爆了，双十一晚会别找我。而马云在微博上说，这段时间找我要票的人特别多，说实话，我这儿木有，找小刚。随后 TFBOYS 也在萌萌的向冯导求票。 TFBOYS 年纪小，冯导给我留张票。一时间，冯导求票体在网民中走红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冯导给我留张票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冯导给我留张票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冯导给我留张票。精彩转发涌现，网民玩的不亦乐乎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马云的找小刚要票这条微博转发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次。余文素地整理报道。这两天，身为晚会总导演的冯小刚承受了一票难求的压力，众明星纷纷在微博上向他求票。昨天，冯导在微博上回应一众求票的明星，称这几天微博被求票的给刷爆了，双十一晚会别找我。而马云在微博上说，这段时间找我要票的人特别多，说实话，我这儿木有，找小刚。随后 TFBOYS 也在萌萌的向冯导求票。 TFBOYS 年纪小，冯导给我留张票。一时间，冯导求票体在网民中走红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冯导给我留张票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冯导给我留张票，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冯导给我留张票。精彩转发涌现，网民玩的不亦乐乎。截至到目前为止，马云的找小刚要票这条微博转发数已经超过100万人次。余文素地整理报道。